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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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那我们再谈正能量啊，上回提到这个正能量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这个宇宙法流给你灌顶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护法在你的周围，一定让你接受到的，本尊注顶，一定让你接受到的。不是观想的，所以这一种显现出来的就叫做正量。那么也有人跟我讲啊，这个师尊啊，我的接受啊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那么这个就是没有，这个就是没有。接受绝对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好像，它不是一阵清风吹来啊，让你觉得好像有一股香哎，但是又要闻清楚一点，又没有了，不是这一种的，不是这一种，或者是说你突然间打坐的时候，麻麻的，突然间又没有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心里想的显现出来了，我的前世是什么，又好像不是，这个不是的，这样子是不是的。所以你对于这一种这个正量方面呢、是很硬啊，像印章一样啊，空。所以称为正量就称为大印了。为什么叫大印呢？就是空一印，那就是有效的印章已经盖下去，就表示有力量有效的，不是这个的啊，不是似有若无啊，这一种虚无缥缈啊，不是这样子，思物又相发。像花又像雾，这个不是这一种模拟两可的，不算。再跟你讲密教的正量啊，不只是这个，不只是这个。不要问我你中脉通了没有，中脉通了没有，也不用问我五轮开了没有，那个都有很深的，在你身体里面嘛。中脉在你身体里面，气在你身体里面，你着佛在你身体里面，你还问我，那我问谁啊？你问我说师尊，我这个着佛啊燃起来没有，那你肚子饿我怎么知道？着火在你自己身上啊，这种正量啊是一定要有的，要有软的相，温软的那个软相会产生出来。你冬天的时候出去的时候，你身体着火，你身体很热啊，你不怕冷的，你着火时时都在你身上的，全身都有软相的。所以着佛本身呢、你有燃起来就是你的正量。你讲宝瓶器好了，你宝瓶器有没有正量？要闭息两分钟。这个师尊在夏威夷啊，在夏威夷海边呢、大家一起闭息哦，一起沉到水里面去，旁边有人站着看的哎。你要闭息两分钟，你在水里面，在海底下，
打坐啊，要打坐两分钟以后才冒出头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你勉强憋两分钟，你就喝水了。这个宝瓶气有振量，闭息两分钟啊，你沉到水里面两分钟，你一直憋憋憋啊，啊，憋两分钟，你憋看看，也不一定能够憋得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振量，宝瓶气闭息两分钟，你就做啊。着火生呢，你冬天大家脱光衣服嘛，出去外面裸奔，下雪天呢、啊，结冰呢、啊，大家试看看吧。好，这个就是一种振量啊，振量产生出来啊，就是这种现象。另外呢，你有没有热受？那种大热的那一种接受，那一个脉气在脉当中行走，浊火在脉当中行走所产生的热受，你应该会知道的。这个就是振量。你是不是切实啊修正到这个啊明点啊不能漏失啊，这个就是振量啊，这个东西都是属于振量方面的啦。你有没有这个振量啊？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都不是欺人啊，不可以欺人啊，不可以欺骗人的。那么中脉要本身要通，浊火要能够染。还有没有净光啊？产生那种净光，五轮打开才会有净光啊。中脉本身开了才会产生净光，才会有净光的。那么你气能够游走在身体的脉的时候啊，才会有大热的。这个都是一定要有的。啊，气能够循环游走，才能够产生热，浊火升起来。明点会溶解，明点溶解跟浊火升上来互相融合的现象，也是一种身体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接受，要有热跟净光一起产生出来，这个都是振量。还有空性，刚上回我讲了这个禅宗六祖写的这个记啊，就是空性。你是不是得到空性了？你是不是证明空性了？是不是印证了空性？印证了空性就没有烦恼了，因为空性呢，化解所有的障碍、业障跟烦恼，通通化解。当你还没有印证空性的时候，你烦恼多多，执着多多。当你印证了空性以后啊，所有一切的烦恼执着啊，全部消失在空性里面，全部消失在空性里面。你还有烦恼，还有执着，你就是没有印证空性，很简单。这个就是正量啊，你印证了空性，你说你已经得证了空性了，那么你还在忧愁你的爱情，这个就是没有印证空性。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，你以空性来印一切，烦恼立刻就断，生死立刻就了。所以一个行者在不管你修显修密，你修显教，你印证空性一样的，烦恼立刻就断，生死立刻就了，你已经大彻大悟。密教也是一样，你印证空性，无量喜无量智慧，无量喜无量慧，无量喜无量智产生出来以后，你有无量智，烦恼哪里存在啊？生死早就解脱了，这个都是印证啊。所以振量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，在密教里面的振量是很切实的，中脉、浊火、
金光大乐 Om Mani Padme Hum。